哎呦，怎么跟那么快呀？不行不行，快跑快跑！是这个吗？这个我好像开过了呀。没事没事，左顾右盼看一下。啊！欢迎回到《死亡公园》第五期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炮星。这里怎么着火了呀？这个消防车大家记得吗？好像第二期的时候来过这里啊。因为没有水，所以说我们不能打开。但是我们上一期是捡了一个这个传输带啊，现在把它接上去就可以喷水啦。消防员炮星登场，把这个压力表调到最大啊！来，哎哎，等一下，我去，我就听见旁边有声音啊！鬼，真烦人啊！打扰我灭火，把你们烤了，信不信啊？再调一下啊 ，OK， 好的，亮绿灯了。嗯，咋没喷水呀？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哇，水这么多呀，这水压还挺大的呀，大火一下就扑灭了，美滋滋儿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就可以过去了。这油罐车司机也不知道死了没有啊，肯定是被火烧死了。走走走，哎，我想作死一下，看看里面有没有气啊，没有爆炸，走吧。等一下，我好像有个地图来着，我的位置在这里，这边是堵住了呀，我们还是要往前走。有导航就是爽呀。这两天炮星没有更新视频啊，因为炮星出差去了，才刚刚回来呀。没关系，这一周的话我们会继续更新的。捡一下子弹。这期我们的任务是前往死亡公园，然后寻找我的妹妹。这不就是死亡公园吗？我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呀？说实话，这第一集玩的我还是有点阴影的呀。死亡公园实在是太恐怖了。前往死亡公园，哎，我已经完成了呀。检查死亡公园的入口。好，我们需要一个开关才可以进去，那太好了，金属剪刀。又来剧情，嘿，我就知道每次这个音乐一响，这个汽车就滚出来了。那我们应该是要进入梦里世界，然后进入这个死亡公园吗？跟随红气球，什么意思啊？它还会走吗？呀，好像真的飘走了呀。你他喵的给我下来，欺负我矮是吧？我一棒子扔过去砸爆你。哎呀，你要把我带哪里去呀？我感觉应该是小丑在操控这个气球啊，想把我引到什么陷阱里去。也不怕，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怎么的，你还停了啊？又飘了，快点儿！哎呀，你还真的飘快了啊！等等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哎，他拐弯了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把锁链剪开。耶，怎么跑到井里去了？那我也去。哟西，进入了下水道。好的，我们成功进入了下一章节啊，还最后两章游戏就结局了，期待呀兄弟们。捡下子弹，在下水道探索一下。这是什么地图？嗯，不错不错，下水道能通往军事基地。我来看一看这个路线啊，好像也没那么复杂呀。 Let's go， 勇往直前。哎，等一下，子弹别落了啊。哎呀，都是手枪的，多给点步枪的行不行？到达基地入口，找到公园的钥匙。滚开，让我过去。他要爆炸了。哎，我说的吧，我都知道这个套路了。走吧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这边转角比较多啊，我们小心点。小丑，我的小查理，你在哪里？你咋不叫我小狗了啊？他在我们的隔壁啊。找到一种摆脱小丑陷阱的办法，还给我设陷阱了是吧？嗯，爸爸有地图，我怕你啊。让我来看一看啊，前面拐个弯，然后直走。好的，考验咱们方向感的时候来了。这边，哎，有个阀门，给他拧一下。哎呀妈呀，声音小一点啊！你转慢点行不行啊？你生怕小丑不知道我在这儿？快点啊！没过来吧？给他看一眼啊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不管他了，不管他了。这怎么走啊？我忘记了。嘿嘿，暂停，看地图。左边，左边过去，一直走啊。肯定是没有错的。哎，我要去那边啊。没事，我看一下地图啊，应该还有别的路可以走。也可以，咱们拐个弯啊，从隔壁走，绕一下就行了嘛。我可真是个小精灵鬼啊。再看一眼。嗯，快了快了，快出去了。
看一眼菊花，还没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前面左拐就到了啊！等等啊，这怎么有三道门啊？我擦了个 DJ 的，我哎呦，这小丑侦探要变态啊！一个通道里设三道门，看来应该还有阀门没有开啊！哎呦，怎么跟那么快呀？不行不行，快跑快跑！是这个吗？这个我好像开过了呀。没事没事，左顾右盼看一下。啊！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！哦，不行了，我小心脏要爆炸了，兄弟们！这一边追着我，我怎么找呀？完了，我感觉我要死了呀 ！Oh my god， 这个声音越来越快了，我感觉他就在我后面啊！哎，这怎么都开了呀 ？You can run, but you can't hide. I better check how your sister's doing. 你把我妹妹怎么了？笑得可真邪恶啊！看来咱们妹妹现在情况并不是太好呀。作为哥哥的我，现在却自己也自身难保了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死小丑，除掉这个祸害。这是哪里啊？好像是到军事基地的呀。但是看的也不太像啊，好像还是那个下水道。找到解决水箱的方法，应该就是这个控制器吧？来，我们来按一下试下。别砸死我了呀！哦，这边就放水了呀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出现一些木板飘上来了啊！我去，不愧是主角呀，这么轻松就过来了。好的，前面又是气球，我们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。到达军事基地入口，找到公园的钥匙。这画面看得舒服多了呀！来，我们找点子弹。哎，这子弹挺多的呀，可以可以，走吧。我怎么还在下水道呀？我这是到屎里面来了吗？黄不拉几的，看着好恶心啊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吃屎吗你？嘿嘿，刚好到屎里面去了啊！这怎么走啊？我再看一下啊。左拐过去也行，右拐过去也行。条条大路通基地啊！还有没有怪？让我杀杀你们解解乏。还真有啊，在隔壁。来吧，宝贝儿。看不见我算了，再看一眼啊，应该还是直走。错了错了，右边右边，我这方向感怎么突然一下不行了呢？没事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错，直走左拐就到了。这怪的声音怎么跟猪一样呢？让我小手枪 biu biu biu， 棒死你！哎呦，行，小手枪伤害不行啊，还是要换步枪。行吧。手枪感觉已经没什么用了，终于过来了。这里面还有怪啊！屁股对着我干嘛？想我抱你菊花是不是？哎呀！哎呦，你还挺聪明的呀！过来吃屎吧你！还是散弹枪威力比较大呀，两枪基本搞定一个。墙上有个日历，1991，是有什么线索吗？子弹。这监控怎么都不动啊，又是子弹，保存下游戏。好的，咱们这期就先到这吧，下一期咱们差不多就可以进入死亡公园救妹妹了啊。都看到这了，给视频点个赞再走呗，爱你们哟。